毅力、能力都包含在这里面。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原来里面有邓丽君的声音，又有张学友的声音，又有蔡依林的声音，哇，谁不来听？又有王力宏，听说王力宏是假财的呢，吃素的呢，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佛菩萨的化身，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所以各位要修道有化身。你要是实地菩萨，以后就有化身；你要是成佛，更是水。你一个念头说，今天那个地方需要一个影星，能够让他们快乐，你的化身就去了。啊，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影星，用这种演电影的方法来度他们，啊，来感动他们。所以，那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就像观音菩萨的视线。所以，就像观音菩萨会视线的面燃大师，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代表，跟显现了各种的形象，然后来度不一样的鬼道众生、可怜众生。啊，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这边有人在送便当，我们也送到台北车站、龙山寺一些救难物资，这是非常好。但是哪一天各位应该抱个棉被去那边睡七天好一点，这个叫同事，你去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就带多一点念珠，送你啊，然后你还会叫素食便当给他们吃，跟他们混七天，那你才知道说哦，他们需要什么啊？当然，我们短短的送给他，跟参与他是不一样。所以讲到这个，我希望各位念一下：多跟鬼在一起。哎，对对对对对，你不要哦，鬼来了，去吧呢。啊，不行的哦，你要感同身受啊，你要同事力行，力行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对不对？你才可以同事，然后你才可以去针对他需要的给讲话、爱与布施等等。所以你要感受到他。对，正法念处经，我还是要希望各位看六道所有众生每一类型的，就25有众生的，他们的因跟果，他们的苦跟乐在哪里？然后你还要观修、闻思修啊，你要进入那个状态，感受得肺炎的苦，感受那些护士的苦。啊，感谢那个，然后没有跟妈妈讲，然后就签下生死书，投入到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这种悲心，然后他妈妈的担心，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你心里面，那这个叫无我的智慧，不然你强烈的自我主观，我在想什么，我想干嘛，每天都这个我，你完全没办法去感受到众生的问题，所以学佛人要体贴对方，体贴啊，要。走到哪里啊，体贴大家就想要接近你，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影响到佛法。啊，这个是这种个性要养成个性。好，24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及诸人天甘露施食烟供药供乃至大蒙山啊放焰口啊，只要是施食慈悲，就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特别是小孩子，那最可爱的小孩子，童男童女乃至所有人所有天道，那么想要受持这个方便就慈悲帮助这些可怜的没东西吃的恶鬼众生，所以就一定要招请。既然你要布施了，虽然你布施少少，但是你可以招请多多，因为他们得到等量的，不会有差别的，所以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六趣就是六道众生。请问我们在吃甘露施食，天人喜欢吗？天人有天甘露，但是没有佛法甘露哎，啊，所以就像你点一个随便甘露这个水，念念甘露咒啊，都念完了，然后它就变成六道众生都喜欢的甘露，再加上你的悲心啊、药师咒啊、大悲咒啊，加上发财神咒啊，大家要发财啊。那天我在路边等车啊，然后他们在买彩券，我这边念老半天了，希望他们都发财啊！发财以后，他们想哦，这个发财我就拿一点做善事，就积了一个善根嘛啊！我绝对不会说你们叔叔给，你怎么卖不好呢？啊，人家恭喜发财，然后得善财做善事，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什么事情去转化，所以。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天上的神有一种神，虽然福报很大可以升天，但是肚子饿的时候没饭吃，这叫因为他过去布施钱，但是不要人家布施食物，这样啊，
所以他有天人的福报，但是吃东西就像鬼要回到人间来找了，啊，所以一样，天上也有这个需要甘露的神众，当作是念。当然，请佛菩萨，请大地菩萨，就是安住在我们的大地。请翻到80页，各位手上有个药包吗？然后我们也念一下，因为特别最近有 SARS 的问题，乃至流感的问题。那时候我去医院，我发觉现在永远都客满的，客满的。但是佛教讲的病也不是光身体的病，佛教讲的病的因是来自于烦恼，无明烦恼才是病因啊。所以有了无明烦恼，就会造业，造业以后就会受各种的苦，病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苦。所以那如何消除无明烦恼？所以各位就要有智慧跟慈悲啊，有智慧讲的就是能够有调伏烦恼，进一步呢了解本体是空性，更重要的了解万法存在的差别。所以你要懂啊，从懂总经理到小职员，每一个工作你都懂，那个叫智啊。所以银行业也好啊，医院也好啊，所以佛陀叫辨知，乃至世间解啊。所以各位最好修行要勤劳一点，不是说与我无关，反正我在看佛经，外面的事情与我无关。所以我每次上飞机都会看飞机舱那个驾驶员在坐了，等一下换我去开呢，不然他昏倒了，所以我都准备好了啊。虽然我不会开车，每次人家载我在后面都研究好了，即将一拿心脏发作丢啊，我至少会开到路边吧。那有一次有一位居士载我，载个空地嘎在外，嘿，谁给边啊动啊倒了，哈哈，走走走，这样。那一次我还坐他身边呢，我一般都不坐旁，我都坐后面了。那一次想说不好意思，那他坐前面，我坐后面，好像他是司机，好吧，我就陪他坐前面。原来这次我要去打东啊，对，哇，惊死人！但是我就是没打瞌睡，如果打瞌睡，两个东西。对不对？要冲到那个海，因为恒春那个一下去就是海啊，哎呀，然后因为他开到无聊无聊无聊，这样就往下冲啊。所以后来我说不行了，我要开始聊天了，可是我做外公位，哎，要跟他聊。所以每次跟他开车，我就看后视镜，哇，这里过来困了，给你，嗯，啊，所以那当然你要准备各种状况，你会面对啊，这个叫智。只是面对各种状况而分别，而不分别叫慧啊，这个两个都要慧。但是如果你不去参与世间的一切，那你就没有智。所以佛陀呢，啊，叫一切种智，这样啊，所以他对一切的了解。因为佛法就像我出家人，老实说拿了钱对我很麻烦，出家红包红包红包啊。但是有时候想想，我今天来给我们赞众是，啊，没有钱就做不了菩萨啊，菩萨要买结缘品啊，对不对？菩萨要布施啊，对不对？菩萨要给人高兴啊。但是有了这个钱就很麻烦，就像有这个肉体就很麻烦。但是如果说修大乘佛教，佛陀的根本教法是大乘佛教，成佛之教化，那你这些你都要不嫌麻烦啊，世间的一切你都要去，生老病死你都要参与，甚至去接受这个生老病死，从这个里面去了解众生的需要。所以来佛法就是药，所以各位平常点个药箱啊，各位有个药包啊，然后最主要啊，有这个法的力量，真的有药，然后有你的悲心信心，有诸佛菩萨的加持。愿我们今天念完，明天后天报纸说瘟疫好一点。再过没几天，因为我昨天看报纸，我就担心了。2月4号如果没有降下来，得到的会有25万人。天哪，那不是世界乱了？25万人啊！那个这个事情是不能发生的，这是不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希望各位这几天多守斋戒，多吃素啊，多做善业。多念乃至这个雀瘟经啊，多念你喜欢念的药师经，好吗？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啊，在这个之前每天看的都是澳洲火灾，现在好像就不见了啊，
每段时间流行的都不一样，所以但是我们永远永远要，所以各位来签约吧，签什么叫就叫他们护士签的请战书，哪里有痛苦我们就到第一线去吧，菩萨要如此，因为到第一线无所谓，反正今天死还有下一辈子嘛。有空性的人他是超越的，他的生命是永生的一样啊，因为愿力是他的生命嘛，啊，所以因为永生就是不要死的意思啊，这个不要死，什么死？肉体可以死，但是菩提心不能死，悲心不要死，这个叫永生的生命，所以叫永恒的慈悲。当然，慈悲要表法，就像慈悲慈悲，看到一个穷人，你不拿便当不拿钱出来，你光慈悲，我给你一点药师做完了，你好呀，你都要死啊。啊，所以你要东西给他，你要钱给他，然后说我再帮你念药师咒，对不对？你说这个好，这两种都要。那我们就翻到简单的念一下三皈依，每天每天每天都有无量无边的动物被杀，如果各位有时间有因缘，就为他们念一遍放生仪轨，也是一种超度仪轨。当然如果没时间，就为他们念念三皈依，念念一些咒语，希望他们可以减少痛苦，乃至得到超度啊。特别三皈依就是佛教的重点，能够听闻佛法乃至三皈依的加持，至少让他们脱离三恶道。71页，诸佛子如等不闻三宝，不知皈依，所以轮回三有堕畜生身，乃至我们招请来的还未超度的乃至排位众生冤亲债主，都可以得到离苦。就像刚刚我法会开始看到楼上走很多人下来，我想说他们要来参加法会啊，原来是他们在楼上吃完了沙西米瓦沙比啊，然后呢就要回去了啊。所以好在我们这边摆了一些加持物，又看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干嘛？卖假罢了，放在门口卖假罢了啊，因为弥勒菩萨修的是平等，对不对？生命平等，众生平等，因平等而生喜悦相，当然就弥勒菩萨一定会吸收他们身上的这些动物啊，给他们一个超度啊，所以用尽各种方法了。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些被吃掉的动物也好啊，乃至呢放生的动物也好，即将被杀的动物也好，已经被杀受苦的动物也好，他们都可以归三宝，所以轮回的有情都愿意他们归三宝。所以我今为汝等授予三皈依法，如今谛听诸佛子等，希望消灾排位有情种下三皈依的因，往生排位有情男女孤魂，能够莅临法会者都能够皈依。还是各位在念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我们虽然声音小小，但是你的悲心无尽，那你这个皈依的佛号就尽无尽法界都听得见啊。所以一个人念佛，用不一样的心态念佛，那个加持力就不一样。一个有悲心的敲那个钟啊，老和尚都会跳出来看谁敲的钟啊？为什么今天的钟的声音不一样？哎呀，原来小沙弥说，我师父教我要用菩提心敲啊，吭，震动整个法界。所以我想，万法都是佛法，用什么心态？你开车，你倒水给人家喝，你穿一件衣服，都不离开菩提心啊。所以你这件衣服就是一个菩提心的加持，你开这个车就是菩提心的加持，你卖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菩提心的产品啊，就让人家拿到你的东西用到你，你传一个简讯给别人，讲一通电话，用一个菩提心啊，那对方听你讲话就觉得有加持，对不对？就像一个人写字，一个有菩提心的人写个阿弥陀佛，你贴在那边，这个就加持了，因为他整个力量都在里面了。所以我想法无定法，最主要是我们的动机心态，那这个动机心态如何保持在一个永恒的状态？永恒的状态，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你在家里很容易有时候烦恼生气，然后就又断掉了啊！所谓的密续，这个续或是持咒，那么恨那当当当当，就是不间断的意思了。如果各位能够修到一个不间断的悲心，一个不间断的关怀，一个不间断的菩提心。那如何不间断？那就要有无分别。你要有分别，你就会起心动念。
那这个就是安住空性。